年年春，年年富，大家年年发财，各行老阿厝。那经过这个高岗的这个假期，相信咱真多拢甲咱的这个家人啊，难得这个聚在一起，也充完电。那这个今天是我们上班的第二天了，那也利用这个机会，先跟大家拜个年，祝福大家猪年行大运，诸事吉祥，大吉又大利。这里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县府非常多的同仁，在大家团聚的时候依然坚守岗位，那跨国咱中华关的安全，让我们乡亲能够过的好生活，是不是利用这机会就大家互相感谢谢谢了，好不好？新的一年开始，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一样都有非常多的计划，还有很多的新希望。那惠美心中呢，这些希望呢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协助，那才能够来实践。那有鉴于财政是庶政之母，地方自治的一个发展需要有稳健的一个财政基础，未来我们除了努力来节流之外，我们避免不必要的浪费，更重要的是要来心力，要来加速充实我们的基础建设，完善投资环境，那推动公司协力的一个合作，促进民间一起来参与我们公共建设。那也祈勉我们所有的县府团队同仁秉持着依法行政，提升我们的行政效率，一起努力来打拼经济，让乡亲贵客兴旺。也呼吁我们中央建设不分蓝绿，大家一起来努力，追求我们幸福进步的彰化，让彰化变成一个宜居的好城市。最后再一次的恭祝我们所有的贵宾好朋友们的一个莅临，再一次的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新的一年平安顺利，大赚钱，赚大钱，积大汗。感谢各位未来的拜托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新年五福临门，财源气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也要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，也要一起的来接受我们的目光，那让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可以来听的来赏花，晚上也有非常。新年快乐，祝福大家的福星。